五号，自我介绍开始。大家好，我今年22岁，来自台北，然后我的职业是喜剧演员，我的兴趣是表演脱口秀。它是一个没有灯蕊的蜡烛，烧不久远。我们在想说，长得像卢广仲应该可以唱一点嘛，对不对？被你骗了。哇，那你外貌这样，然后又不会唱歌，那你活着要干嘛？好的，注意哦，谢谢。看一看今天来到现场的八位歌手，到底你的眼睛好好判断 ，I got you， 你好好看一下，到底他们谁是会唱歌，谁是不会唱歌，抓出来，很简单哦，他们来淘汰，觉得不行的把他淘汰，搞不好你淘汰了会唱歌的，那才可怕。对，以前来欢迎八位歌手出场。pose 已经摆好了，这总共是八位，只是他们定点 pose， 你就要淘汰两位，就这样就要淘汰了，就光看外形。什么叫先进罗衣后进人？就是直接这样看，直接就淘汰。运营，你觉得这当中的哪一位你看起来觉得不行？假鬼假怪，对，最讨厌的。能让你说假鬼假怪，那真的就是鬼。瞧瞧，各位，接着下来，他们。要给你们一点点小小的 clue 提示线索，这个更好找了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听他们唱来判断他们能不能唱。哎，那应该很简单，一听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有 VCR， 但是只能听0.5秒。对呀，就要选 A 了。对 ，OK， 这是一秒，当当，这是一秒，然后半趴，当当就没了，当。比如说，听海哭的声音，然后前面前啊，那你们还要看这个 VCR 吗？要不要直接跳过？就叫一声。而且我们是有影片的，好吧？请看 VCR 判断能不能唱歌。来，怎么会这样？发片歌手首当其要看看哦，来了，来来来。五号，自我介绍开始。大家好，我今年22岁，来自台北，然后我的职业是喜剧演员，我的兴趣是表演脱口秀，然后我的偶像是吴青峰还有卢广仲。哎呦，文青系的。哎呦，我觉得我对六号很有一种亲切感，因为我让他让我想到我以前刚开始唱歌的时候，以前的造型有点像，是吗？你以前也都这样，就戴一个眼镜，眼镜，然后穿衬衫，然后绑一个。那你现在知道过去你有多荒唐吗？人不轻狂枉少年嘛。对对对，人不荒唐枉少年。确定啊？好，选定六号，丙环也选了 US， 丙环要跟你的六号一起合唱，一起来欢迎他们来 enjoy。男。走的时候放不下的节奏，要如何平淡
谢大家。要慎选嘛，阿妈。冰环。有。它是一个没有灯蕊的蜡烛。对，烧不起。永远。哎，我们在想说，长得像卢广仲，应该可以唱一点嘛，对不对？被你骗了。哇，那哎，你外貌这样，然后又不会唱歌，那你活着要干嘛？有什么专长吗？有什么？秀一下吗？我本身是喜剧演员。啊啊！喜剧那个也算是一种表演，其实是一种喜剧。所以刚刚可能他是用演的，对，叫做贺龙啊，贺龙，哎，贺龙，贺龙目前是读书还是怎么样？还在念，还在念，哪一个科系？我念经济。经济啊，嗯，对，经济系，以后会找份正当的工作。好的，注意哦，谢谢。突然，只有不要来，所以只有谢谢。好了，人家打歌，你要不要唱个2266？人家好不容易出唱片，如果想要当喜剧演员的话，多找一些这个的表演的题材，对不对？在舞台上做很好。不要再来乱，没你的事了。哦，先下去跟他们聊天去了。谢谢，怀孕还来参加，真的是失望，很拼啊，真的很拼啊。来，自我介绍，4号 Go。我今年33岁，来自台中，我的职业是家庭主妇，那我的兴趣是阅读。家庭主妇，你今天如果唱的不好或什么，不是歌艺的问题。那是丝袜的问题。谢谢。再紧，就是因为才会被选。挑战高难度的。你要唱叫做《煎熬》，真的假的？很久了，哇！今天宪哥他就是来看你的，你是他的偶像。今天抱着被羞辱的心，就是来看你的。真的吗？有没有想要跟偶像拥抱一下？抱一下！安全之位，扑克牌也可以拿下，扑克牌。这几个小孩，8个。女生8个，几个了？几个？讲真，一个，才生一个。你下次可以到我们节目里面来。太凉水破了。